为的事情我还在查，你不要这么早下结论好吧？查什么查？现在是人，我们现在不要说了，现在该给调查。大伙安静一下，山总、徐总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，你们看，当初接到邀请的时候，徐总就让我去了解情况，嗯，我就联系了朋友，打听之前参加过的人，他们都说，天上不会掉馅饼 ，C 位的费用很高，然后我就联系了主办方，他们坚持说是免费的，这次您回来，我又打电话联系了主办方，让他们给解释清楚，不然的话我们就走法律程序去调查，他们才把这个发给了我。这个谢君瑶就是之前一直跟科研做生意的人。哎，他们自己人都承认了，他有什么事实？事实，是不是？这玩意儿，给个交代嘛，给个说法，给个交代，给个交代。小美。 这点事你到底知情不知情？科研有没有和你说过什么？没有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三叔。小美，不管外面的人如何针对疾风，三叔我都不怕，我都可以挺直了腰板把他们一个一个驳回去。可你不一样，小美，你和科研这个关系。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您稍等。好。老陈。嗯。柯总来了。啊，让他进来吧。哎，你别起来了，那么不舒服。我让他进来跟你说话，啊，趴下。让我单独和他聊聊吧。小叔，小满。 就随了你三叔的意吧，嗯，柯先生，里边请。 相信那些传言您都已经听说了，这些传闻有一定的真实性。云霄雪霁的出圈、杂志的采访，还有双年展的展位，这些确实都是我安排的。我做这些，相信您有您自己的判断。小满之所以能够烧出云霄雪霁，那是因为他的确有这个天赋，也有愿意钻研陈家技艺的决心。您亲手打造的八景图大纲。 双年展上个个都是行家里手，我能做到的，只有拿到那个核心的位置，争取更多曝光的机会。业内的评价，我造不了假。而我之所以会在旁边推波助澜，为的只是想让疾风在御窑市的瓷器行业能够更上一个台阶。 老街的改造计划，年轻手艺人的事迹，相信您是看得到的，为什么就不愿意相信我呢？所以，从你一到这个地方之初，一切的种种，都是为了能够让疾风和你合作，甚至包括小满在内，都是你计划的一部分，啊？ 小满并不知情，这与我跟他之间的感情完全无关。您也已经看到了，只要运用得当，资本的力量对疾风而言完全没有坏处。你一定会觉得我是个老顽固吧？不，我明白您有您想要坚持的东西，但我们是不是可以，可不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式呢？折中。 柯先生，我对资本那一套不是毫无概念。我知道资本很有力量，可以做到很多事情。
但是你和老马始终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是，作为一个手艺人，我想要的并不是疾风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到多么强大，我只希望在市场洪流的冲击之下，疾风能够为我们这些手艺人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呀。我做了一辈子的瓷器，手艺需要的是时间，而你们资本最不能接受的不就是等待吗？我愿意付出等待的时间，可一直以来我也在尽我所能去降低资本所带来的伤害。你觉得你会和那些人不一样？你不会急功近利？我可以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利用小满逼着疾风和你们合作？小满有天赋，也有地缘优势。就算撇开疾风不谈，站在一个商人的角度上面，他都是值得投资的。他想要走这条路，而我确信我能够帮助他走得更远。站在一个商人的角度，投资。所以你们暗地里把小满推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啊，这对小满来说是感情上的伤害，而且让他产生错觉，最终会迷失了自己。柯先生，疾风绝对不会和你包括任何资本合作。至于你和小满的关系，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，这要由小满自己来选择。我有些累了，柯先生，就不送。走了。慢走。看你，不让你动真气吧。小满，进屋聊吧。我很值得投资吗？那柯总打算投资我多少钱啊？你只听到这些吗？好，我跟你道歉，可不可以成熟一点啊？不要像个小孩子一样。小满，你明知道疾风跟我合作才能创造最大的利益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你需要帮助，我一直都是支持你、理解你的，不是吗？我没有吗？我不仅仅是陈大师的徒弟，陈化峰的侄女，一个值得投资的手艺人，我还是你的女朋友，这一点你记得吗？
你拿我做了个套，把三叔、齐芳通通都装了进去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怎么面对三叔？闹小孩脾气，我闹什么小孩脾气？我连对这件事情表达我的生气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可以信任我吗？我还能相信你吗？我可以吗？事情我听说了，其实之前三叔就提醒过我，我跟柯岩的关系可能会给季风带来负面影响，但我就一直觉得只要我把握好分寸，我一定不会给季风带来影响的。我甚至还觉得可能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说不定他们还有机会合作呢。他不是你的责任，是根本就不是你的错。是我一直心存侥幸了。